雅马哈 PSR SX 600，数据的备份与恢复。首先，我们按下 Menu 菜单按键，然后按 Tab 右键选择到菜单二，用光标键选择到 System 系统，按 Enter 回车键进入，然后通过 Tab 右键选择到 Backup Restore 备份和恢复菜单。现在我们来备份数据，选择 Backup 备份对应的5或者6的方向下键，我们选择 OK， 按下7对应的下键，我们再次选择 OK。 当备份完成时，我们再次点击 OK 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恢复。恢复备份数据，我们选择 Restore 对应的7或者8的方向下键，同样我们选择 OK， 再次选择 OK。 恢复完成，我们按下 OK， 然后琴会重启。